Hello， 我是阿六六。本周的好健康诊所要带你挂哪一科呢？如果你有持续性的打喷嚏跟流鼻水，可能不是感冒那么简单哦。你要挂的是耳鼻喉科，因为有可能是过敏性鼻炎在作祟。本周我们邀请到中医师、西医师来教你如何远离过敏源，在迎香穴，然后再来人中。那这样子其实一天大概。十下都按完，然后每天按个3到5回，其实这边的循环会变很好。每个礼拜二晚上9点，马路素好健康诊所。